盈盈的水汽慢慢不得你去水上来了是人动意动意。路上我是一门心思今朝要请来美宝吃个一顿夜饭，谈谈说说，饭饭分享的，讲了讲，讲了讲，讲得再有。路上我不中尴尬，面孔微涨得羞红羞红，头沉得纳闷呐，很白。听得出，大学生当然听得出。今朝各位美姑娘，你是预备而来。你搿个一番闲话，其实是分开看个家东，不加而加。你当然晓得，那个位姑娘是轻易不会的开口问问人家家东的。葛末今朝你哪会得了让我问你讲搿一番闲话，就是因为你觉着我六十五搿个人善良。各位，你让搿个一个。非常危急的辰光，来向我伸出了救援之手。但是那行白话，替我自家，啊是，问问个家东的呢，叫上山敬虎爷，开口高神呢。但是家东的不被人家很难。老师，我已经想了，这个爷死的，你不会肯，娘或者屋里向当牛排。所以水头浪向你哪可能一时头浪挪出三千块洋钿上手嘛？自家一份工作难办，不晓得谁弄个怎么擦，搁脑子里想受够一个年头，还可以说个一个年头时梦初醒，豁然开朗，突然不里想到一个人，哎呀，我个人哪眼了个毛，说那个人。那个人笨的，说是你两位的分享的屋里向有个财神菩萨，说不到路上屋里向会给财神菩萨有关，啥人么都骂你难忘记得着了。三个人没进，因为姑父死着，姑妈到上海，这样下来，一个余生谁让你的屋里向过着，不晓得到此上海没结婚人家，一然毛病送进医院抢救。那么我回来，我几乎是每一天我去陪姑妈，姑妈好我问，姑妈搿个人还是难受，非常善良，姑妈没事要侬作孽，没事要侬，所以是欢喜得我男的，连得我个妈也吃力个挫折。据我晓得，姑妈感动的，但是顶顶要紧一个人心地善良，姑妈。啥个听到搿种被人家苦难个事体，你是要出眼泪。啥个？蛮好啊！我就回转去，侬美姑娘个事体，我讲拨姑妈听。当初我搿个讲，我不能像你这样讲。我搿个里向，我要添油加酱。哎呦，啥讲得姑妈的眼泪哒啦啦没等我动地，哗啦啦笑出来只话剧。实话，那个年头啊，你走得对。但是你应该难做搿桩事体，你就应该先回转去，你先问一问公妈，啥样啥样都，公妈你也肯。假使公妈肯个，你再来答应美姑娘的父爱，难说呢，还只能说搿个爱情啊，搿个一个爱事啊，让侬作卦。其实是罗少华，哪里的非常欢喜门前搿位美姑娘。动地为了天朗向飞啊，这个脱口而出搿句闲话啊，搿句闲话海话，美姑娘，我真不知道，不好意思，你有这么大的心思，今天前来赴约，不好意思，不就是3000块钱的一件事吗？小事一桩。3000块，搿辰光3000块等于现在50万。五十万，你还想事体上啊？这3000块是小事吗？是，3000块小事一桩。你是不知道，3000块钱我一顿酒就给我喝光了。哎呦，
余洞里的人看起大点的嘞，是吗？我真不知道。要是昨天知道的话，我今天就会把三样的钱给你送来的。这样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明天晚上还是七点，还在这金陵酒家，我把三千块钱给你送来，怎么样？简直不够相信自个的耳朵哦！真的呀？哎呀，肯定是不会骗你，三千块钱对我来说真小事一桩。可没办法，哪会还激动，哪会靠我？靠我的哪有你十天个天气嘞？哎呀，罗少爷，干嘛？罗先生，谢谢您，用不着谢。没想到您这么好，谢谢您，救了我爸爸，谢谢，谢谢罗先生，谢谢您。你坐，你坐，你坐。哎，你方才你称呼我什么呢？先生呢？你怎么称呼我先生呢？先生是有两种含义呢。哦，一种是我教会了你什么，那么你称我先生。嗯，还有一种，那就是你嫁给我了，那称我小姑娘，这个领命都没高了。很貌美的，你今年几岁呢？我16了。16岁，我大你2岁。这样吧，咱们兄妹相称怎么样？不过没办法，你想想看呢。哥哥兄妹相称里向是有点别个味道了。哎呀，没办法，激动得了，想侪来不及想。好啊，那往后我不叫您先生少爷，我就叫您少华哥哥。呀呀！哦哟，个老少哦，听起美包子不一样，他出来少华哥哥，哎呀，心里想靠啊！那从今往后我就叫你美宝妹妹了。好的。你现在年纪轻了，谁是这样话？一些些辰光已经是勾勾妹妹，你看，你看，光顾着说话，把这菜都给凉了。哎呀，真是个呢，是不是？这只一日天，为这个交通的嘛。这肥呀吃不落，我只得皮来个呀。现在冬天雨湿了嘛，哎呦，这过啥？哎呦，不来这一吃这一口嘛。哎呀，这门前的菜是奇怪，却是罗里个海椒，所以个吃不怕。奇怪，往正气里向一放一下，哎，这个菜奇怪。南市的荤菜吧，我吃了块洋山芋；，搿么南市的素菜吧，有点云气呢。哥哥，这是什么菜呀？你说这个菜，嗯，其实搿只菜是一点点没啥稀奇，是18世纪有个法国人，不当心个牛奶泼了个洋山芋身浪向，那么你不晓得侬个洋山芋坏脱，侬个旁头过来哇，说说山哪有的？不晓得不里啥讲豆浆，啥讲一道，全世界人民侪欢喜，这叫沙拉。沙拉。啊，沙拉。哎，这声音可挺好听，像下雨的声音，沙拉沙拉的。我说妹妹，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啊！喜欢吃，好吃，全给包下，全是你的了。你也吃吗？多吃点，多吃点。不，你也吃。我说这个可是好菜了。什么？好的，有名的。破的嘞，一只像蟑螂似的。这个我不要吃，挺怕人的。可是晓得呢，肯定不懂。广东名菜，搿个叫龙虾，阿是？奶粉吃过。老师，我邀请拿几只过来，大力敲拨一拨，他把那个碟子里向拍带过去，来尝尝，尝尝，很鲜的。真的。很鲜，很鲜的。来尝尝，你从不会骗我啊！那么鸡子一点点放在这里嘛，怎么样？真好吃，真鲜的，是不是？鲜的，很好吃的，哥哥这是有名的。您别禁锢着我，您吃嘛。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吃，全是你的，全给报销了。好的，300块。哎，这是烤鸭子，来来，太多了。这是三黄鸡，上海有名的，这是三黄鸡。嗯，这是肯德基，喂，那个玩意肯德基哪能弄出来的？我们都是不晓得肯德基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来来来来，吃。哎呦，实在来不及吃，没办法，再一口没有。搿搭有啥菜奇怪在？那么一点点，实际上有个，是一点个麻雀似的。哎呀，搿个啥个菜价？哎呀们，哎呦，吃一只闻一只，你非一边反家。别去过里，放在这里总归还吃的。哎，没办法，搿内也闷的呀。上天，搿只嘞是鱼汤的宁波汤头，里向有一把飞滚发烫的猪肉白糖粘，搿没办法也不晓得。接起来，往正这里一放，一按那么好子。哎呦，搿把猪肉白糖粘东不进西不进，往这里喉咙可以直直烫个烫进去呀。烫得个没办法，你要吃来子呀。怎么了？怎么了？烫死了！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你把手打开，你手打开，我来吹。哎呀，难为情的。好，我开电风扇。嗯，也好得了，吃这个鸭味开电风扇了。
两家头年纪轻啊，哥哥妹妹啊，哎呀，一些些辰光展开着计划的东南西北，短暂的，扎紧啊，不晓得搿是啥个辰光，搿辰光是真快，这天气耳朵不闭，当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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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店里向铃声响，搿个辰光有铃声响，啥体呢？搿个铃声叫催客铃。还就是夜里向近十一点钟，两家头居然侪分听见，但是不要急，有人听见，所以让下头啊，后奔到老先生林子深头啊，来让下头。其实老先生老早就来这，到楼浪向夹开李子袋里向一看，两家头那看对穿的耳鬓厮磨，没好。咱俺买好，老先生重新抬下去。那让我都等到现在没晓得，再不上去是不来着呢。所以冲了冲，冲到楼上，李子慌笑开来，三姑刚刚到街道来，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楼下要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十一至三姨，结果不里都偷了子，哎呀，随便哪个不跟人，我心里急啥子呀？哎呦，你说，我刚才啊。还没开口呢，罗少爷已经答应了，明儿个3000块给我送来。不是，你老实说。罗少爷答应了，明儿还是这时间。你未分开口，罗少爷居然答应3000块洋钿交给你。是的。老了，简直不相信自家的耳朵，听我自家哪会得有十刚好好你我？老先生激动啊！儿子，你为小姑娘激动。因为去海棠靠我罗少爷罗少爷你我从来分口气口你喊你那个良心啊你喊你喊你你喊你哎呀你要不晓得你都不晓得你要是困难上浪下不得个事你不是去你要一个人啊你是去只给一个人靠我代表你要我代表你娘我代表个三姑娘三个代表小小呢鲁肃呢用不着谢那是小事一桩今天你赚到钱了没有大伯发大女士美姑娘不能留了给他我一直三一分走着老先生哦直播里向哪位得出个中外话鲁肃谁当谁当那不是董地老人给他不是鲁肃我的气泡刚刚刚过那家是出去分在董地我不让那个胜势记得鲁肃的跟你在同地，不在同地，你在几乎同地，打电话大哥，不上来生事，随身到袋袋讲，啪穿出来，哎呀，几乎同地，一看30块洋钿，总是哎呀，胖的似的。我说大伯，今儿真对不起，把梅姑娘留在这儿，耽搁你生意，来来，拿着拿着。老先生一看我怪亏，不是哎呀，水龙香一句同地，搿个哪好意思呢？不是哎呀，你当个请客去，老师傅。上来拿老先生的水把拖过来，这头拔开来，洞底水心里塞进去。海龙，大伯你一定要拿的，你不拿，我可要不高兴的。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哎呀，你像个老了，几乎能够靠我。阿玉山每日天碰着路上压了什个，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么路上压洞底没挪出，老弟是一句闲话不中听。辰光不再只有好，俺听见，刚刚催卡铃已经响够了，夜里向11点钟才。这么晚了呀？老师，我一听说啊，我说这不知道，这事情怎么这么快啊？好像没说几句话。是。格来里头两家头是不晓得，还是我是听个外国人讲的，是个代理一个辰光是快的，等到一结婚了，你就晓得个辰光要慢脱不实实的了，还是。那么，妹妹，那咱们走吧，时间不早了。哥哥，您瞧瞧，别有什么东西忘了。我是没有东西，我没东西。边浪像个姥姥一听嘛，怎么了？不是你大老师呀，你是啥个称呼？哦，是这样的。刚才他问我几岁，我说我16了。他说他比我大2岁。那么从今往后，他说就兄妹相称，所以我现在开始就叫他少华。
哥哥。姥姥一顿用我，乖乖身上像汗毛砰砰砰竖起来，我跟挥手不长，是个长气不出出。哦哟，年纪轻哦，快是实在快，慢慢慢慢慢，追吧追吧追吧。好的。那还追呢？一顶顶妖精，大家晓得七子妖面做个违章，跑堂王郎一上海个跑堂奔到里向，老三呀，那啥事情？嘛对了，要么今朝要吃的搿点物事，还要计划动地，算下来吃的年纪杯咖啡，搿个一袋子些菜，还有葡萄酒，还要计划动地，一算十二块洋钿，不是今朝个十二块啊，不是上千块洋钿搿一桌。哎呀，老少我肚皮底下已经算清爽了。啊，一只金表当它是五十块，你拨了个老先生三十块，袋袋里为二块，吃脱十二块，还多八块。葛么八块嘛，哪行呢？八块啥呢？搿个八块嘛，就嚣张着我。那时候要出去用八块算啥？先把伸到袋袋里向一卷铜钿摸出来嘛。葛么拿老少，你要看看，拿搿卷铜钿里向有一张纸团夹辣里向，你是根本分享着，侪忘记脱了，拿去吧。对方晓得搿个里向肯定有嚣张，这纸包浪向，行行行行行行行，他一眼看一眼，钞票塞到手浪向一翻嘛，不是，老三爷，弄搿里向，弄搿里向哪能一张当票了？里向啪，妖精抢过来，什么当票？那是票，也是一块当票里还纸票。搿点人不能，能，我去。都是我晓得辰光，不晓得，阿然，别偷不着，啪，走进车子，冲胖一块，哔哔。总是依依不舍，妹妹，哎，吃饱了吗？吃饱了，真吃饱了。嗯，非要骗我，是个回转机再吃泡饭了啥？放一个。哦，方才那个汤团烫了你一下，要紧不要紧呢？那啥样关心个叫？哎，一句我叫夫妻痛一样相归，痛一样相归嘛，现在先关心起来哇，啊，真不要紧啊。没事。你是要唱的啊？没事，没事，真没事。嗯，回去和你爸爸说一声。哦，明天我把三千块钱送来。马上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谢谢你，放心就是啊。好的。啊，不用谢，再见。再见。记住明天晚上七点啊。哦。再见。再见。拜拜。哔哔。不能再病着。加上风门浪向打，对上去部车子，车子浪浪往门前开，你还晓得路上眼睛浪浪看啥地方？你浪看这个反光镜。那么反光镜大家晓得，反光镜是特镜，这个特镜里向照出来随便刷人，再能漂亮的人照出来不好看几乎。但是陆少华看出来，搿特镜里向的美白还漂亮，还标致，在人眼里啊，出西施啊。车子慢慢叫，慢慢叫。雨风无声。仿佛谁起世家啊，只有两个人。霓虹灯光光烁烁，丝缠纷纷，一束在金莲里。像那美姑娘，她对我说一番。美姑娘啊，欢喜呢，欢喜个。我哪能晓得？分来听娘，少华哥哥，
一生公公分明想立足我身，再想美姑娘死而温室牛，喜而为玲玲，分手必问这风雨情，乃为这姑娘她一片心，口里她刚成娘胎，虽离是梦，一朝与弟弟两离分，举目抚琴他陪真生。为什么天地之间与冰封别，共是生灵不动缘？我要寄予你三七回，去问你老父亲当神人不让子离开。美姑娘，美姑娘，那个姑娘那是个口杀的子，那个种经历我是个粉手微粉三七回一样的，我夫人是我要嫁嫁不能，我随便让这个东西送到那个水浪，老实我是这样一门心思，我做啥拼命忙门人让他够，我晓得现在啥个辰光，现在是起来半夜里，老实我车子开的也是话两半边的窗帘分开，车子一划两半边的风哗往里向老吃进来，是忙着你该打吃上来了，真正一些些功夫也在是起来，这个脑袋啊有点烂了子，慢慢叫慢慢叫，你落下来了，这心老落下来嘛，哎呀，哎呀，已经来不及了子。啥体记得谁起早聚席？得罪你想啥？那个辰光你想啥？三千块洋钿，所有的八，我全部在阿拉姑妈身浪向。万一我问姑妈开口，搿我不晓得姑妈了。你有啥个事体，我这里不肯。姑妈不肯的时候，哎呀，那么阿拉来不及。我搿句我答应的太早，我能问这夜里向彻底，我三千块你碰到那水浪向，姑妈不肯。我动地弄不上，美姑娘你肯定等天亮你也要等我，而我想没个张面孔再到金陵追家，那么哪呢？那么搿两家头从今以后再不可能碰头，也不可能成为朋友。至于你想的和将来的结局，啊呀，老少我不能再想下去，再想下去，说是一个人的缘分就这样一点点。是因为这个一句闲话，这个一段油擦肩而过。老少这个辰光后悔无穷啊！姑妈该打，假使拒绝的时候，我回头去问爷娘，想才反想，想到这个辰光老少我有啊，那么侬啥客气，我明朝过来。我打姑嫂，我打叔叔。去比杀那个几位心，你比杀我的是他我的啥个老少啊，其实今朝对你讲起来我还不是三千块洋钿的事体，今朝你是唱好唱发发些些的好了，为啥你压力下你发出去吃压力，你就应该当一下地下出去，因为你大学生，你大小囡了，读洋意思，一直开着车子出去，你想老里的爷娘不担心，吃嘛是得吃。今朝你个爷有一笔大生意，你个爷今朝前脚是外国进口一批料子，那么一两个老板吃不下去，那么几个老板大和各自到了准备做个笔生意，压力想一号大三牛帮头。李阳呢，也吃夜饭辰光，差不多辰光，盖了个客厅沙发浪向，就关照个车夫呢，当准备车子，说来呀，车子发了浪，昨天
吃过中饭，就把那山药开出去子。我爷呢也是欢喜儿子啊，那欢喜离欢喜开车子嘛，随娘里去。但是像这个吃夜饭辰光呢，你总归会走来着，那么就等嘛。不就等等不来，忙忙不来，手机上响一只电话，当啷啷啷啷啷啷啷，电话铃响。电话拎起来嘛，你就预备要磨山门了。不晓得一拎起来一听嘛，大山牛打得来，所有的老板全部已经到位，所以等来卢老板。那么哪呢？这还说什么？哦，马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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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不放心，这个多压儿子啊，黄灯是灯，是灯黄灯。你只听见个钟啊，当不的，当句的，当十点钟。这个的吴老板姓卢，做这生意也叫卢玉勇，中等身材，有面孔，红白头穿皮肤，金丝闭眼睛，大概脑筋动得比较多。头发肥肥加有点秃，身浪像深咖啡颜色的袍子，加浪像粉笔笔啊，咖啡颜色的粉笔笔啊，闪闪亮。背浪像史迪克，罗莱克是金表，独立的专家。两个前头浪像憨巴些高音，搿儿盖了个沙发浪像呢，一望之间是像一个大商贾的样子。过些辰光，搿个好，搿个气，五脏火吃。大哥哥谁高一了让做的哦，楼玉我比那时候还有个中年女子，啥人？楼玉我太太楼山我姆妈，名字叫金玉。金玉年纪三十八，打扮十七八，身浪像荷兰颜色的丝绒旗袍，外头有粉红颜色的羊毛开衫，说是。金玉平生最欢喜搓麻将，我们拿金家福气还去干，还可气。男人好得不是个，儿子回家来是个个碰头难熬，所以扣扣了嘛白来呢，其实扣来呢。来呀，孩子喂，辰光不早，再好起头的时间做啥呢？去困吧啊！一天对我们来说，气呢还是个。孩子呀，下午我们随意走街啊，我们来看来的，不会闯啥祸，你放心孩子。你下午就我什么了？该打。几个钟头，哎，我人吧，人生一日我们不，搿好也是的嘛，金玉啊。别管好啊，小天呐。我等侬要发三张。啥个要发三张奖？我欢喜闲话讲了前头。哎，你讲呢？哪来？小今朝回转来，我要问个。问啥？啊。有啥问题讲？啥个事体？哎呀，假使侬外头做正经事体。我这个牙是开明，好的，侬今朝就是不走了，正经事体，侬去做。总归正经事体，放心不着啊。假使有外头老家话道，啊，做不义不善的事体，就像我当侬讲，我没啥客气啊。我不管伊啥个十八岁了，啥个大学生，我侪不管了。我今朝不管了，我要哈你个人，我当侬讲。今朝要这个了。睡觉没吃着，来要饭这个啊是，啥个都不行都靠打。哎呀，你看他家大力讲，阿些的，后头老乡打起来没吃着，非打吃自己。来，把你送走啊！来微信我是，微信我是。微信的喂。老古哎，我叫养儿不孝不是无，我当侬讲。是哎，来不及给。我没啥懊恼。你说个，我当侬讲。哦哟，你真个。夫妻两高调，所以为这个小人内向了，已经个已经不同一个字，虽然个辰光，别啪。车子进来个是，六十五车子嘛，车库里向定稳，人画下来。来想下来，现在辰光六十五，脑子里向通通全部侪是美姑娘，搿个两步勿是最路啊，你让贴符啊，一大路追过来，滴答答答答答噔，答滴噔。今日听海了老爷，哎，再辈儿子啊，你勿真个没听的。自家爱走来嘛，你忙着自家房间里向乱进去，被头一盖，你到姚总府前头挪来偷起来，啊，万一闯了闯进来了，你这个弄事体着哇？干嘛呢？我来。金玉也想立起来。个老少我一看嘛，妈是再吓不着。啥天呢？晓得我儿子还走来，你看客厅的灯侪打，我听好了嘞。
上来那个开门，不是好叫开门啊，跳过来呀，哒啦哒滴哒噔哒啦哒噔哒哒啦哒啦哒滴哒啦滴哒哒滴噔滴哒。哎呀，来不及了，还苦闷，又好得嘞，和灯光闪亮，爷娘坐了那个沙发浪向，我娘不要去讲你，这个牙钉破人乖乖，想得东坡老和尚讲，沙发浪上看几个牙子。老少我吓得发呆个着，砰！妖精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这么晚，你们今女妖精说过来，笑话！你今在发呆哦，昏头是吧？啊，不想等不辰光噶，是俺也走了呀。你要想多要一笔头生意不能耽搁他是哇？那么真金都要生意多了，难得耽搁去不会发妖精，是吧？孩子们，明早我要带活动上课了哇！房间里去困个，女人啊，等你饿坏了了啊！妈，搿种烹饪菜本才是高个，来让周西娃做不做不了窑口哇？搿么呢？娘，你只能讲这双档要打下去，是是是是，快点去吧！我去了，我去了。哎，哪是要想往这边浪向溜过去？你哪会溜过去？你想你牙等子几个钟头？高兴我，高兴我好，车上车了，要细看个搿个娘辣辣边浪向，微微上是做师娘，咣啷一声，半夜里向，站住！哎呦，来要你轻点呀，人也不能吓死我嘛！哎呀，不会找侬侬还行啊？啊，我当侬一发三张棍，完了。好气些点啊！你到屋里向睡忘了是吧？想走来就走来了。想出去，侬就出去了。我问侬啊，干啥？亲弟，侬到啥地方去啊？老少，哪会敢讲啥个了？让金陵追将哪会？你别生气，我是在同学家里温习功课。哦，哪能记上一块五？来呀！我的那是个呢，你是无法为唱好呀，让他问功课，俺听见问功课呀，也不能唱好这娃子天夜里想了问功课，夜里想问功课了，好，问功课，问啥功课？英格里去，哎呦，我写错了掉啊，写得我发动外文放外国批评，想问你发什么呢？带英国去联系啊，哎呦，你哪还带英国去联系呢？莫非说我这个要多养日子，你哪还带英国去呢？哎呦，别去联系啊，莫非说的你去干？秦玉琴，要我关照侬，侬不要蹲了边浪向搞亲戚去啊！侬啊，侬侬头搞得混啊！侬去啊？是啊？侬当我不晓得侬啊？侬那里用计，侬当我不晓得是啊？问功课，问功课，有侬搿能问法子个啊？晓得现在啥个辰光？侬晓得现在啥辰光？十二点都考过了，侬晓得爷娘等到现在是吧？哐哐啷一声，不晓得罗少，我一听爷搿句闲话，当炸了。爷那搿句闲话呢，言过其实。那十二点考过，我是金陵最佳参加领奖，后来辣辣上来讲会长，我当每个娘亲上分讲几句闲话，我邀请组织哗开展了，我晓得屋里向搿点路人开计划。现在老实说，顶多顶多十一点三十五分，顶多了。那么罗少华，你算马虎点呢？你今朝你错了前头，你马虎点呢？叶继清啊，伊晓得自家错，自家错嘛，要寻机会，要寻机会，要翻来覆去啊！王老师，我说爸爸，怎么现在十二点了？你看我，罗少华，上天平安的光门到辰光嘛，你搿只金表在啊，同学那里问起，哎，喜欢哎，我为啥么子？所以总归忙着搿个里向进去，不晓得搿只水刚刚往搿搭勾起。年纪轻的反应计划快，马上想着搿只物事发辣里向，搿只物事辣辣搿面抵挡里向。想到搿搭搿个水花妖精掉出来，罗少华，你搿本事太坏，啥体你该当你还有只金表，你搿只水往搿面头子过去，你个动作非常，你爷做啥事体，老板勿是一般般个老板，是大老板，见毛便是。所以看你儿子搿个动作，马上就晓得了，只金表呢？拿出来啊！这金表，这金表呢？这金表，等我拿出来金表。小娃，这金表呢？俺是辣房间里，没得你去拿吧。妈，那拿留下来是越帮越忙子。老少，这个从家庭教育出来个小囡，到底个句话不来塞。
爸爸妈妈你们是我不好，今天我请人吃饭，结果没带钱，结果我就把金表给当了。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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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啊！哎，小姐，你啥体的？你我记得你这样子孙悟空搿样子是？哎，你听着，啥个孙悟空叫？啥个孙悟空叫？真是！侬个儿子不得了，侬个儿子大学生啊！总归有道理的，非也是搿样讲。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少娃，不容易啊！爷娘父子几乎心血啊，培养侬读大学啊，用这几乎动地。爷把侬全部侪想好了，剩下我大学毕业留下来到啥地方？外头送侬出去阿里个大学，全部侪想好。哪里想得到侬现在搿只小区，侬居然会得当金表？阿拉陆家培养出来个儿子，会得当当的好极了。由于我是老早准备好了，俺过去啊，有鸡毛掸水，俺挪过来，不算是我鸡毛掸水，砰，顶一个刀，杆子落了上头，小区。今朝我不刮痧侬，我不洗路，连路也不要不上。路上我一看，我大学生吃生我，叭一下就过来。妈妈，妈妈，小王，别讲别讲，他心思太大，他真的大了。妈妈，别讲别讲，老师他讲，一面拉了个门帘嘛，一面个娘们开塞，女子妈妈一粒一粒搞开了。哦哟，来呀，手指我个线路总归有道理的呀。侬有本事，侬逃出去，侬从进，侬不要再进来了哇！侬先，啥天侬啥天？金玉弄啥去啊？有手指嘛？我打侬讲，侬不能再五年头，再五年头，我去侬里头磨浆都出不成功。侬需要去，侬以为有养的？侬搞啥侬？我靠！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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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有心吗？我不得有心吗？小区个头落了侬后头，我拉一倒出来，侬自家不好呀！要侬自家无你的，侬自家无你的，搿个就是报应，侬晓得？你心太软，你心太软。哎呀，哪里想来想，搿个一个落浪前头，再一个落浪后头，头一个落当中往里拉来拉去，哇！楼左一头惊动一个人，啥人？那是门子。一段苦情笑含泪，一代红伶成绝唱。6月6日起，弹词名家徐慧卿、周红为您演绎评弹版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秋海棠》。